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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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请放掌。好，我们翻开讲义第237页啊，今天从第38个主题，有关于优婆塞。我们这个佛弟子啊，有四众啊，那么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啊，男众的出家众、女众的出家众，还有男众的居士跟男众的啊这个女众的居士啊，这样一共叫四众啊。那么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就是在家居士。好，我们看《杂含经》第1326经。啊，下册第621页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居律园中，时有四种名摩诃男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退坐一面，白与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为优婆塞？”这个摩诃男呐，就是释迦族啊，后来就是当国王的。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出家了嘛，那么就没有接国王。那么这个是接国王，是他的，应该是属于祖叔叔之类的啊。那么有一天，他来找佛陀啊，问法，问什么叫优婆塞。佛告摩诃男，在家清白，修习梵住，南向成就，作事说言：我今尽受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身为优婆塞，正知我是名优婆塞。佛陀的回答就是说，只要是在家的居士、男众的居士啊，那么在佛前自是三皈依啊，我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作为优婆塞，那么正知我，这个就是在佛前或者是在出家人的面前啊，自是三皈依。那么不管是在佛前也好，或在这个出家人前也好，这一种自己求三皈依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因为有听到佛法，了解作为一个居士啊，应该要三皈依；作为一个正式的佛弟子啊，是自己要求三皈依的，而出家人只是给你做证明啊，你已经做过三皈依了。所以这个叫正知我啊，所以真正的求皈依啊，是自己要求的啊，自己要想要，自己愿意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，那这个就是要在佛前或者是出家人前求三皈依，就在谈这个啊，求证啊，求证明而已啊，但是要自己发心啊，我尽行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心、皈依僧，这样真正的发出心来，就是真正的三皈依啊。那么在家呢，一样可以修行啊。所以说，在家清白，不要再污染啊。修习啊，静住啊，还是要以清净的这个目标啊，作为你修习的对象啊，要安住在清净里面的啊。佛告摩诃男。优婆塞者，与如来所正信为本，坚固难动。
诸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魔幻及于世间所不能坏。这里就是一个发了心三皈依的人，你要在哪里得到真正的信心？就是于如来所，就是对佛陀啊，他是串觉者，他是得恨圆满的啊，他是我们尊重跟学习的一个对象啊，所以正信为本，对如来不再怀疑啊，对佛陀不再怀疑，他的成就啊，他说的法都是我们该依止的、该学习的，那种信心到坚固不会退。包括所有的出家人，出家人就叫沙门哈，其他的外道出家人也叫沙门，或者是婆罗门，包括天魔梵，局于世间所不能坏，不会再被外道或者是魔梵来影响你，不会被啊一些邪见或错误的观念所引导，以为那个就是了啊，随着外道而走，不会了，那个才是对佛真正的正信。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信具足，那这样的信呢、啊，才真正的叫具备了。除了佛，其他的再也不能动摇你，那个叫信具足啊。摩诃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摩诃塞戒具足？”啊，佛告摩诃难：“优婆塞，礼杀生，不逾矩，邪淫妄语，饮酒不乐坐。是名，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戒具足。信以外啊，我们三皈依都要守五戒的，啊。”不杀，不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喝酒，啊，这个在我们佛弟子，身为佛弟子是基本的，啊，基本的五戒，这个一定要守的，啊，这五戒你做到了，那就是戒具足，啊。摩诃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闻具足？”除了信心的具足、戒的具足，那么要实践的就是闻思修了，是吧？怎么样才能闻法而得真正的得法呢？啊，佛告摩诃难：“优婆塞，闻具足者，闻则能持，闻则积极。若佛所说。”初中获善，善意善味，存依满境，患恨清白，悉能受持。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闻具足。什么叫闻具足？啊，我们听闻佛法，我们听如来的开示啊，或者是法师们的开示啊，或者是经典上面的啊记录，我们都能够学，能够听。啊，把这个正见正法啊，一切善法啊，它的法义，它的法位啊，怎么样能够达到那种清净自在？这些都要听得正见具足，这个正见要建立起来啊，而且是怎么样，还要去行持啊，悉能受持，不但我听了理解。生活中还要能受持啊，那这样子对于这个闻慧啊才能成就啊。摩诃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舍具足？”佛告摩诃难：“优婆塞舍具足者，为坚垢所缠者。”心理坚构，注意非家，修解脱失，请失常失，乐舍财物，不平等布施。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舍具足。这个舍啊，
就是能够布施啦，对我们私人的个人的啊，不会兼贪啊，我们能力所及的尽量去帮助别人啊。那么所以我们常常讲布施，布施其实我们讲六波罗蜜啊，啊，布施也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其实布施就在舍我们的兼贪啊。我们无始以来啊，这个我执深重啊，都在自我保护啊，啊，身边呢、啊、积聚很多东西，包括钱财啊，那么都不舍，为的是什么？保护自己那个安全感，是吧？但是佛法里面会叫你布施，很多人都不理解啊，说你看我们去哪里啊，都叫我们布施，好像都是要我们的钱。其实啊，重要不是在这里，重要的就是我们能舍能施啊，在化我们的兼贪，其实无形中就在解决我们的执着，我们的贪嗔痴的贪，贪欲跟我执我慢都是息息相关。能施就能化除我们的兼贪啊，这个大家要理解。所以啊，我们啊要常常的去观察自己那个兼贪的心是怎么样。当你在布施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现身心哪里不同啊？当你在执取跟在布施，身心有什么不同，你们会发现的啊。所以能够常常布施的人啊，能够化兼贪以外啊，你会觉得很喜乐啊，身心很欢喜，能帮助别人是非常幸福的啊。而且最重要，我们要学到受用解脱的话，那对一切那最要有平等心，所以叫平等布施啊，不是我看某一种人我喜欢的，我怎么样的我才能够对他好一点，什么样的人我讨厌不喜欢我就不对他好啊，这些就不平等啊。我们要以平等心来布施，只要他是需要的，只要他有困难的，有求于我的，我能力做到我尽量去做啊，要平等心来布施啊。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舍具足，你能做到这样，你就具备了舍啊。摩诃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智慧具足？佛告摩诃难：优婆塞智慧具足者，为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如实知，此苦灭如实知，此苦灭道即如实知。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智慧具足。对于法啊，那么就是苦集灭道，你都能够理解啊，都能够明白，能够摄受，知苦，知道苦的集起的原因，用什么方法能够解脱消灭这些苦，这些都要理解，这样就是智慧了。其实我们修行啊，最重要就是后面这个，前面呢、啊、是准备工作助缘，没有那些助缘，你后面这些要达到也不容易的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就是信，信具足，再来戒，啊，再来闻，啊，再来思，再来就是慧。这五个重点啊，我们尤其身为居士，尤其是作为一个啊佛弟子，一定要具备的。前面的信心，受戒能够护持以戒，又能听法，能够摄受，能够去行持，又能去实践，去关怀众生，去布施啊，最后才能够以法相应，才能够知道四谛是什么，缘起是什么。法的具足以后啊，开了智慧，才能悟道，才能见法。
啊，所以真正的优婆塞这样五个条件都要具足，那就是标准的一个佛弟子在家居士了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理解了，居士不是只有信仰，他还是要具备条件的啊，从信心，对佛法的信心啊的理解，产生正信，不再被外道迷惑了，不会再被邪见迷惑了，有了信心，你会持戒，持戒为谁持啊？哎，不是做给别人看，不是为佛陀有交代，啊，是自己要增上，自己要成就自己，你必须去具备这五个条件。因为杀盗淫妄酒啊，是我们修行的障道的因缘，把这些障道的因缘消失以后啊，哎，你自然就有成就的机会。所以这些都不是为别人做的，啊，都在为具自己具备解脱的条件，啊，所以信戒还要用心闻法，要多闻熏习，啊，要具备了那个佛法的正见，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没有正见啊，就像电脑的软体程式没有修正一样，功能不会改变的。所以闻法就是在具备我们的正见，啊，然后听了以后才能依法奉行啊。那么我们在人间的实践，能够破除贪欲，能够破除我执，最大的帮助就是能施能舍啊，这个就是非常深刻有重要的它的意义的啊。最后呢，才能够以法相应的达到哦，知苦、知集、知灭啊，知道方法、知道苦集灭道都能具备了啊，你就有解脱的机会了。所以我们从佛陀这样的一个开示，对一个居士的开示，这五个基本的条件，如果我们真的具备了，是不是一样可以解脱？一样哦，啊，优婆塞、优婆夷一样可以解脱的，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不要说那我们是居士嘛，我们哪里有办法？在佛陀的开示的法要里面呢，啊，居士还是可以解脱、可以受用的，只要你去具备这些条件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缘起不过是讲条件嘛，你想解脱，你具备了解脱的条件，你非解脱不可，你挡都挡不住。但是如果你缺一个条件不具备，你要解脱也很难，是不是在谈这个？缘起就在谈条件嘛。这五个就是基本的条件，以居士来说就是基本的条件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轻忽啊。我们三皈依好像一个形式，听法啊，有时间给刚听。要如果是这样子，那你要具备这个条件就相当不容易哦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佛弟子，要知道我们目标在哪里，我们所谓何事而学法，这个都要清楚，了解了我们的方向，那我们就要具备那些条件。所以佛陀在开示，都在讲这些因缘条件。讲它的内容怎么样充实它，啊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虽然身为还在居士，要有信心，啊，佛陀的开示都在具备我们的条件，然后我们明白以后，自己就要反观自己啊，我哪一个地方还没有具足？没有具足的要把它补足，你们很快的就能跟法相应，啊，居士一样可以解脱哦。后面还有几经你们可以看到啊，居士一样可以受用解脱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经，第13268经下册第622页啊，这一经就是让我们知道啊，居士可以受用，可以证果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居律园中，而使四世摩诃男与500优婆塞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拜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？
佛告摩诃难，优婆塞者在家静住，乃至尽受皈依三宝，为优婆塞正知我。好，跟上一经一样啊。什么是优婆塞？啊，就是在家居士难。啊，就是要尽行受皈依三宝。啊，尽行受这一生呢、啊，尽这一生呢、啊，一定依止三宝。那么自己求皈依，啊，是在家居士就对了啊，不是出家的。摩诃难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须陀洹？好，进一步要问的是，在家居士什么样才能证出果？须陀洹就是出果。佛告摩诃难：优婆塞须陀洹者，三劫已断。已知为身见戒取疑，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须陀洹。我们前面这一经啊，前面这一经啊，五个条件如果具足了啊，你有正信，又能守戒，又能闻法正见具足，又能行持布施啊，又对苦集灭道都能够深入体证，那这些条件如果具足，你就能够怎么样破身见跟戒禁取跟疑，这个三劫就会断了。身见就是我们讲的我见啊，破我执我见，这个就是破无明，破无明的话，这个身见我见就会断啊。那外道不正确的戒条啊，我们就不会去那边执着了。啊，真正佛法最根本的戒就是这五戒嘛，杀盗淫妄酒，这是根本的戒。离开这些以外的奇奇怪怪的戒啊，可能都是外道的啊，不是真正佛法的重点。那么这个外道错误的戒律啊，你就不再执取。咦？就是对三宝不再有疑惑，对于佛有正信，对于法能理解，啊，对于身清净的身团呢、啊，你能够亲近，啊，对于这些三宝多能够护持，能够依法奉行，在心中不会忘记了，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三劫这三劫就能够断。这个就叫正出果，就是须陀洹。但是一般来讲，我们以为哦，这样见法了，正出果了，那是不是就解脱了？这个只能讲初步的解脱啊，因为贪跟嗔的余习还有，还没有完全断尽啊。摩诃难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须陀洹？那么进一步再问，前面是初果，那什么是二果？佛告摩诃难：为优婆塞三劫已断，已知贪、慧、痴、饱。啊，前面三劫是一样是断的，但是贪、嗔、慧、贪、嗔、痴就对了，比初果的时候还薄，就是已经剩下一点点啦、啊，不会很粗重的烦恼是没有了。那摩诃难，是名优婆塞须陀洹。所以如果我们讲出果的话，他说还要人天七次往返啊，他就会断尽这些烦恼。但是如果恶果的话，只要人天一次来回，也可以断尽一切烦恼。差别就是在对贪嗔痴的那个染习啊，轻跟薄啊，重跟轻分别在这里啊。摩诃难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阿那含？阿那含就是三果。佛告摩诃难：优婆塞阿那含者，五下分解已断，已知为身见戒取疑贪欲嗔恚。啊，这个五下分解
就是身见戒取疑，后面就是贪欲跟嗔恚啊。这个前面是三劫，加上这后面的贪欲跟嗔恚，就是五劫啊。那就是这五劫都已经断了，这个叫三果。所以在初果的时候，贪嗔啊还有余喜在；到二果的时候，贪嗔就更薄了啊，剩下还有微喜的；到三果的时候啊，连贪嗔痴的这个贪嗔啊，怎么样都断了。这个叫五下分阶段，这个就能证三果。摩诃难，四名优婆塞阿那含，是摩诃难四世啊，故是五百优婆塞而作誓言：其载诸优婆塞再加千百，乃得之如是深妙功德啊。是摩诃难，优婆塞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坐里而去。我们从这一经啊，佛陀为什么会开示这三果，表示居士啊确实可以证到三果啊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内涵，他不需要讲的。佛陀的开示就表示我们的居士啊，像这种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都可以证的。然后我们从佛陀的时代来说啊，很多居士啊，像那个什么给孤独长者啦，都很出名的，是吧？哎，他们都证到三果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居士界啊，不要以为我们居士没办法，一样的啊，只要你把前面这五个条件具足啊，真正去行持，其实要证三果都有机会，大家都平等，都有机会啊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没办法，那没办法就会耽误自己了，每天一天过一天。当你知道它是可能的，有可能性的啊，每个机会平等的，我们就会用心，会珍惜我们的因缘啊，会用功啊，会精进的啊。这个不是为别人而修，是吧？都是为我们自己将来能受用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经啊，第一三二六九经啊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居律园中。而使世世摩诃难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？”啊，佛告摩诃难：“优婆塞者，在家清白，乃至尽受皈依三宝，为优婆塞，正知我。”摩诃难白佛：“世尊，云何为满足一切优婆塞事？”啊，你看这个摩诃难呐，他在问法，一次一次都是深入的。前面是什么样是优婆塞啊？那什么样是优婆塞可以证果？再来，什么是优婆塞能够一切满足？啊，这个摩诃难呐，也是相当有内涵的一位国王啊。他们是释迦族的国王啊。我们后来都知道有一个故事，释迦族不是被灭吗？那这个摩诃难很了不起啊，他就要求那个琉璃王，是吧？我跳到水池里面了，没有浮起来的时间呢，你让我们这些人都能逃跑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从下面浮起来的时候，你要杀才杀。要求这样，是不是这个故事？哎，琉璃王答应了，他就跳到水里面去，把自己的头发绑在水底的那个石头上，让他不浮起来。这种精神啊，救了多少人？因为他不浮起来嘛，他答应他不浮起来不能杀嘛，让他们跑嘛，结果很多人这样才逃离的。这个故事很感人的。就是这一位摩诃难啊。那我们从他在问法，是不是他今天因为有亲近佛陀，有学法啊，
学到了真正佛法的内涵，他就能够怎么样啊，为大众设想，是不是自己啊能够舍一己的生命来救这么多的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来看，他是很重法的，很用心学法问法的，都会来亲近，都来问法，然后还要依教奉行的。所以你看发生那么大的事，他还能够舍身啊来为自己的国人啊求一条生路。这个精神就是我们佛法学到有受用的人就会展现出来，那一种无我，那一种慈悲。佛告摩诃难，若优婆塞有信无戒四则不具，当请方便具足境界。什么叫满足一切？什么叫具足一切？这个满足跟具足啊，是什么呢？啊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五个条件要完全具备，才是满足的，才是具足的。所以这里佛陀的开示啊，好，你前面有信心，但是你没有戒，这样就不具足了，还是有缺陷的，不圆满啊。所以如果戒还不具足，你应该要请方便的去具足它啊，具足信戒而不施则四则不具。好，你有信也有戒，但是你很兼贪啊，你没有布施的那种心啊，布施也不去做啊，这样子也是不具足。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修习布施，令具足满。啊，再进一步呢，信戒满施满，不能随时往诣沙门听受正法，四则不具。你今天前面这三个条件有了信戒施，但是你不亲近善知识，不到道场去听闻正法，那这样子他的证件能不能具足啊？哎，证件不具足一样的还是不具啊。所以要多闻熏习啊，就在谈这个啊。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随时往诣塔寺建诸沙门，不一心听受正法，是不具足啊。所以听法学法具备我们的证件很重要，这是主要条件之一啊。好，再来看信戒施闻修习满足，闻已不持是不具足。前面这些条件都有了，但是你不依法去行持，你不依法去体证，不去行啊，这样也不算具足，还是不能成就的。这个不具足其实就是不能成就的，缺一不可，前面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可啊。以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随时往诣沙门专心听法，闻者能持，不能观察诸法深意，是不具足。好，你常常去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只有听跟闻啊，你不能深入的去观察法的深意，这样子还是不能见法。所以文思后面有一个修嘛，是这个修是什么？就是修正，就是要升观，把我们所听的、所学的，怎么样去在现实的身心跟万法中去观察它，是不是真的如此？哎，要观察深意呀、啊。不是表面的那个形态，体证入法性啊，深入的部分更重要。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信戒施闻，闻者能持，持以观察其甚深妙义呀、啊。好，到这里像好像具足了，后面还有。而不随顺之法次法相，具足则不具。什么是法次法相？
法，我们学了正见，其实这些法有次第的，有内容，有次第，要一步一步的依着次第去体证。啊，因为法是相依相缘的，你具备一个条件，就会能够深入一个条件，就深入一个层次。啊，法次法相，依法的次第，比如说八正道啊，你一定要先具足正见啊，是不是？正见才有正思维啊，啊，才有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，啊，最后用精进才有正念啊，啊，最后才有正定啊，是不是有法次？啊，有它的次第。那我们有没有依这样次第去实践、去深入呢？一步一步的去深入、去体证、去实践，啊，这个叫法次法相。没有法次法相，还是不具足。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信戒思闻受持观察了达生意，还要怎么样？随顺行法次法相。摩诃难，四明满足一切种，啊，优婆塞事。那这些都具足了，就是成就了。这个满足其实就是成就的意思。那这样看来，我们居士来说，有没有一样的要有法次法相啊？有啊。所以我们在四欲流之来说，啊，清净善事、多闻熏习、如理思维、法随法行，其实就是这个次第，啊，就是这个内容。啊，我们一般来讲叫四欲流之嘛，啊，你把这四个条件具备了，你就成就了。所以这一经啊，我们对居士来说很重要的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身为居士，我们今天学法的心态要具备什么，要具足什么样的条件，我们才能成就。啊，大家要有信心，把这个了解了，啊，一一的去充实它。一一的去实践，每一个人都一样可以证果，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啊！摩诃难白佛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？那进一步啊，身为优婆塞，你只有自利，不能利人的话，怎么样？就在问这个。你自己能够有所受用，但是不能去关怀别人，不能去利益他人，重点就要讲到自利利他的问题啊。所以他问世尊，优婆塞怎么样才能自安慰但是不安慰他？你只有自己得到啊受用，但是不能去帮助别人。佛告摩诃难，若优婆塞能自利戒，不能令他立于正戒，自持净戒，不能令他具啊持戒具足，自行布施，不能以施建立于他，自意塔寺，建诸沙门，不能劝他另意塔寺，往见沙门，自专听法，不能劝人以乐听正法，啊，闻法自持。不能令他受持正法，只能观察甚深妙义啊，不能劝人令观深义啊，啊，自知身法能随顺行法次法法相啊，法次法相不能劝人令随顺行法次法相。摩诃难，是如是八法成就者。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。前面这些次第啊，你都能够依法去行，都能够自己去行持，能做到啊，得到自己的受用，但是还不能去利益别人啊。比如说你能对佛法有正信，对三宝起正信，你又能持戒，也能布施，啊，你也能亲近善知识，多闻熏习，啊，也能深察、深入观察法义，这些你都做到了，但是你只圆满你自己，还不能去利益他人。这个呢，
就是能自安慰不能安慰他。啊，好，那么再一步，摩诃喃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优婆塞成就即法，自安安他。”这一经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这边可以看到佛法的开示啊，尤其是对居士啊，都有这样的开示，何况是出家人？有没有谈到自利利人？有没有谈到自受用还要关怀大家？有没有这些？都有啊。佛告摩诃喃：若优婆塞成就十六法者，是名优婆塞自安安他。何等为十六？摩诃喃：若优婆塞具足正信，啊，以正信建立他人，自持境界，以境界建立他人，自行布施，教人行施，自意塔寺建诸沙门，亦教人往建诸沙门，自专听法，亦教人听，自受持法，教人受持，自观察意，教人观察，自知身意，随顺修行，法次法相，亦复教人解了身意，啊，随顺修行法事法相。摩诃喃，如是十六法成就者，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亦安慰他人。看到这一经啊，我们就不会说啊，啊，这个过去啊只是自利啊，不利人，不会的。以佛陀的一个本怀来说，啊，众生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，不会说哪一个我喜欢，哪一个我不喜欢。有因缘的，一定会教你怎么样受用解脱，还希望透过你，你的受用，你的经验，你还分享大众，你让更多人能利益。所以佛法，它对众生是平等。希望每一个人都解脱受用，这个是必然的，这个不用质疑的。啊，我们从这一经就可以看到，今天这个是对谁说的？对居士说的。对居士说都会这样子了，何况是出家人？所以我们都知道，佛陀的时代啊，那些圣弟子们要去弘法，还要怎么样？每一个人一个地方去，是吧？叫你不要两个人结伴，因为一结伴就少了一个地方了。每一个人到一个地方，是不是更多的人能受到利益？好，你们十个人在一个地方，那十个人应该可以分化十个地方，是不是利益更多人？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佛法的行施啊是全面性的，关怀是普遍大众的。不然就佛陀不会叫我们这些出家人说，你要各个行法一番呐，不要两个人在一起。这一点用心就知道佛陀的用心了。对居士的开示也是一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你自己受用，别人更要受用；你自己体会的，别人也要利益别人，让别人也能体会。其实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重点：一个人如果处处只是注重自己，对别人一点都不关怀的人，说实在，这种人会不会见法？这种会不会破我执？真正破我执的就无私了，没有一个自主啊、自我啊那种安立在那边的话，才能无私的去做这些事。所以见法能体证无常无我人，更能无私的去奉献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你说体证三法印的人会自私吗？只会治疗，可能吗？不管是佛陀的开示，不管是法义上的理解，这个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佛弟子学了佛法，必然的是什么样？要自利也能利他，这是必然的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除非你学法不知法，
学法不入法啊，不然你就是跟依据外道的邪见啊，不然的话不可能依佛法是不可能自私的啊，不管是佛陀的开示对在家人啊，对出家人都一样啊，都要自利利他，是不是在这里？重点都在这里啊。那我们再深深看我们佛法的特质，在讲的三法印是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那个无我，真正能明白无常、无我的人，会自私吗？会只有保护自己吗？啊，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。好，我们再看讲义啊。摩诃难，若优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则，彼诸大众悉益其所，为婆罗门众、刹利众、长者众、沙门众与诸众中威德显耀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居士啊，成就这十六法，那这个人就非常的有怎么样，有内涵，有德行了。所有的任何大众都会去找他的，都会去亲近他的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德行非常的清净圆满，是不是能够利益众生，人家都会服气的，人家都会赞扬，都想学习的，想亲近的。所以这里就讲啊，包括什么婆罗门、刹利众，就是这些王公大臣啊，长者众啊，包括沙门众，都会来亲近的啊。所以于众中威德显耀啊，就像那个太阳出来一样啊，照耀了，所有人都依止他。所以这里就比喻，譬如日轮啊，初中即后，光明显照。如是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初中即后，威德显照。如是摩诃难，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世间难得啊。从这一经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啊，佛法的真的伟大，稀有难得。只要亲近他的人，不管今天是在家出家，啊，平等平等，多能够怎么样得法受用，啊，只是你的得法快一点、慢一点、深一点、浅一点，但是人人一定会受用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深深可以感受到，你只要去具备那些条件，透过闻思修，你内在的条件自然慢慢就圆满具足。你圆满具足的时候，你身心自然转化嘛，哎，内在的烦恼贪嗔痴自然能止息嘛，不但自受用，还能感化他人嘛，这是必然的。你今天不管过去习性多重啊，你有多少缺点，你今天闻了法真的改变了，你身边的人看到一定会发现的，也会感动的。哎呀，某某人过去不是这样，现在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好，人家看得到，人家就会来问了，你现在是怎么啦，学什么啦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就会善用因缘啊，我今天皈依三宝啊，我今天闻法具足啊，我今天得到法药啊，今天我能深入法性，人家就感动了。那我怎么能够跟你学嘛，或者是你要带我去学嘛，这个不就是度众的因缘吗？所以我们个人啊，并不是说我们刻意要去怎么彰显，而应该先真实的充实自己，在法上充实了自己，有一份的受用，就能感化一份的人。你有三份的受用，你展现出来的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讲缘起都讲什么？讲条件。一个人活在人间，开了智慧，见了法，你即使在人间一样的自己啊，能够很清净自在。为什么？智慧，因为你有智慧。做生意你也知道怎么做才能圆满，自利又能利他，跟人相处你也还会人事圆满。为什么？你知道该如何去关怀众生。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学法好像就变成什么，好像怪怪的啊，这怎么样啦，好像是怪人啦，
跟人间都不能和谐了。其实那个都是误解。真正佛法上能开智慧的人，在人间就有智慧去圆满他，生意也会做得好，待人处事也能圆满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受用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们学了法变成怪脾气、怪胎了，啊，绝对不可能的事。从这一经，我们居士啊，具备这十六法，自己充实了，外在也能发现、展现出来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经好像很简单嘛，没什么，其实意思很深的，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对我们居士的鼓励，信心是更重要的，啊，所以看到这里，大家要注意啊，我们现在缺少呢，这个八法我们缺少什么？缺少的，把它补起来，用功深入去体会。然后内在，当你有所受用，你展现出来的内涵就不一样，啊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待人接物，自然有你的原则，啊，会感动人心的，啊，所以佛法，我们越体会越深，就知道佛法多重要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活着都能受用，不是死后的事啊。活着，不管自己身心。啊，自己的身体啊，自己的人事，自己的家庭，都会转化的，啊，经济也会好，因为我智慧自然就会知道如何的经营理财，是不是这样？同样的道理，啊，所以佛法讲离世，超越世间，是要你不贪着，而不是厌弃人间，这样知道意思吧？哎，而是在人间中更能用智慧去圆满它。我们休息一下啊。